广告。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我是克罗德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特别热爱中国。我参加中国喜剧星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认可我的演技。最希望的是有一位就是帮我按刀，我希望南国留下来，加油！神爹啊！哦，他不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神爹的新奶妈，我叫克罗德，我来自海地。大家不要觉得奇怪，我在屋里拿着伞，因为外面太阳太大，我怕晒黑。神爹啊，神爹啊，干啥奶奶了？神爹啊，他最近很不听话，他说我不想喝巧克力奶，因为糖分太高，我在减肥。我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女孩要不停地减肥减肥啦！啊，这个我不去，我在减肥。哼，在我们海地，女孩子们不是这样，遇到什么好吃就吃，肥了也没关系。你们看我，胸部这么大，屁股这么翘，我还是我是世界上最hot的美女。哼。我告诉你们哦，最近我很烦，因为神爹跟那个叫天天的人还在谈恋爱。话说，中国的女孩谈恋爱的时候是特别的害羞，哈，人家很害羞，哼，像我呢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是这样，我看到什么我喜欢的男生，我会特别开放的他唱一下，我是不是一次一次。哎呀，啊，谢谢。